这个我们老汉儿子在六零年的时候吃过粑粑就可以替代男人。王婶儿，你下来，你跟你老汉儿唐娘娘姐姐赶紧打哈红烧粉。三百斤红烧，打得到好多分呢？三百斤红烧有，咋看嘛？有几十斤分了，我这哈儿，你三斤红烧打十七八斤分了就。哦。这枝头你还拖着，它去搞个的，一道啊，你不最低标准都是两道一十。最多的啊，后面就没了。后面是掏两道，没掏三道。多了还掏一道，后头会烧呢，烧了我就要点烧几块。带他的还在那，你那头进一下就可以。不进了，我看过的东西。那头进一下。不进了，我晓得。很浓很浓的呀。我的头像那是梯子的哦，黄松松的。打上去那烂了。我看塞水不是明天没有加也肯定要塞你不塞要抓你干豆花用不得了就是一脚子倒下就是搬动啊第二道，啊，没有了呢。第二道就是有时候忘记，第一是第二道了。嗯。一杀。拿出来，要弄弄弄，不是的，要弄弄贴上穿一下。这套是头套喽。咦，装满了不？装到不？还有啦。啊？吃完了？没吃完呢。
够了够了，收成收成。咱们这个擂红烧粉已经全部都擂完了哇，一下子擂了擂了好久了，我的个天呢！哎，你们这是不是看擂了？哎呀，昨天帮教打红烧粉不？好的。这个昨天帮比较打红薯粉那个技术含量更高，打红薯粉这是我们农民干的事情，那个学生都不要学了，等一下你学生学打红薯粉以后长大了就打红薯粉怎么办？对不对？学习学出来必须要考大学是吧？考博士。为啥这最后这么是在找啥子啊？是在整这个红薯粉咯，朋友们。我们准备把那个师傅请到家里面来，然后我们自己这样子加工，然后我也想看一下这个红薯粉，传统的做法究竟是怎么做的，因为从小到大我也没有见识过，所以说我们准备就去把那个老师傅过两天请到家里面来，厉害哟，不厉害哟，今天打了我看一下，可能有300斤红薯吧，300-400斤红薯。我要买呀，不要买，现在还早得很哈，早得很，买红薯还早得很。来我家耍，明年来好不好？今年就不要来了，因为修路啊，恼火得很。过两年，比如说你明年，别人家后年来到我们大望竹海，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开发的那就是好的不得了。晚上好，美颜关掉，我看一下，哦，这个开的有美颜是不是？哦，这个美颜有点凶哦，哎呀，各种美白瘦脸的，各种女神，哎呀，我的仙人板板。开个韩系啊你。哇，那妈咪昨天这个红烧粑粑。哎呦，你们家吃过啥配上啥子？怕不，我估计这个粉被。本被擂出来的，我害怕不好吃的。好吃你什么？在五里年老时候，巴适得很。那个是。你哪都不得看。那么六里年的时候，吃几个是不摆了，我跟你说。这个我们老汉儿说，在六里年的时候，吃个粑粑就可以替代烂肉，可以吃多少？比烂肉还要好。关键老汉儿这东西违规啊。哎，当然，肯定违规哦。可以。像那种，哎，加了糖是不是嘛？加了没有？没有。肯定加了。像那种豆渣那种。还有点豆渣的感觉，但是比豆渣还要细点儿啊。有点豆渣，有点红红的呢。嗯。慢慢吃的。吃。但那营养价值不是很高了。它那个淀粉都。那个淀粉冲就走了。哎，精华已经被它那过滤了。在六年的时候基本上当上流生活了。上流生活六年那年好算吧，10岁。对，10岁那年挣的老婆吧。没得办法去感受那个年代那种感觉，身临其境你想象都想象不清。所以我说越来越好的，你看现在就做生活就巴适噻。现在我，哎，你别说做东西现在吃你都可以，你别说60年，现在都还可以。60年。想起60年，桶桶饭、罐罐饭，人民吃了上赞赞，哇！你来整一个不？吃饭，我吃半面，半面嘛。嗯，亚当，我给你整嘛，我这再整一条腿，还没起过这个。哎你才肯定愿吃过。哎，我都多些年真的吃过这东西了。等会儿，我前两天都打过红肠，但是可能没有这种粑粑吃。没印象的。这个肉啊，像猪脚啦，还是好吃的。头一门都要吃，那哈我们这头一门。这个年呢，那少差点儿。那个年呢是，那高级喽。做生意好。